向山旅馆预定地位置是管处向山游客中心对面这片大面积的土地。先前因为扫族主张才是属于因的传统领域，反对无经过扫族同意就进行开发。因为扫族的声音，地势环境影响评估作业，一直无法度顺利通过。如今伫承包厂商提出导航承诺甲保证以后，终于顺利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初审。对原住民的部分哈，有一些优先录取的一个保障。那对于原住民的文化表演的一个这个协助的部分，这个众诚公司也承诺来予以协助。日管处对于这个开发案也会来加强的来督促。对向山里干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初审，扫族部分族人也是抱着无法度认同的想法。扫族民族议会议长毛龙昌强调，因爱是属于扫族传统的土地，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作机会。我们不要什么工作机会，你不要把我们扫族以为说我们喜欢工作，我们要拿折现，我干嘛还去跟你工作？跟扫族租五十年嘛，五十年以后再还给扫族。你若是照这个传统领域里面一直开发的话，那我们已经没有地可以安居的。日管处表示，因尊重扫族意见，但向山里管开发案关系到日月潭未来发展，嘛对后续将进行的日月潭到向山缆车有直接影响。日管处会在充分尊重扫族文化发展的前提下，来推动这个重大开发案。后续还有水土保持的申请跟建造。的一个申请预估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来动工。象山旅馆的开发事实上可以带动整个日月潭南端的这个发展哈、那结合整个这个我们的自行车道以及我们未来要这个象山到车等的这段缆车可以加速来推动。日管处表示，后续行政作业如果顺利，向山旅馆开发预定明年初就当正式动工兴建。日管处也严格督促承包商要实现因所提出的所有保证甲承诺。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